车轮，南神北斗元天照，五色彩云闹纷纷，紫微宫中开圣殿，动员动来请神仙，三十三天开圣殿，奉请妈祖神尊降临来。
Yeah.
我们现在准备来参拜仪式，我们先向您龙妈行祝驾感恩三拜礼，全体拜，再拜，三拜。好，大家请复位，我们现在大家各自为我们派几爷进来了哈。好，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恭请我们银龙妈的圣驾，好，他已经跟太子爷打完招呼，我们恭请到前方助驾，好，恭请到前方助驾，我们在这边进行供养仪式，请敲慢锣。现在银龙妈祖的全体善信，好，那嘞，为尊神行三拜礼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感恩以及祈福，人民年银龙妈祖南下弘法游香，经由银龙妈慈悲指示，本日住驾高雄三凤宫。银龙妈祖神威显赫，以及中坛元帅神威显赫，庇佑我们全高雄都能够和敬平安，四时无灾。银龙妈祖全体善信人等共发菩提心，将卢树之功德、劝树之功德、恭念心经之功德回向高雄。吉温降吉祥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家家户户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全体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吉香。好，我们的香请往我们的后面传，好，让我们的志工帮忙奉香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进行供养仪式。待会我们大殿的人员，我们往后退半步，请往后退半步。现在香供养严秀颖和家，黄连富请就位。灯供养黄炳君师兄请就位。果供养生辉食品有限公司陈秀凤师姐请就位。茶供养黄香婷、严秀颖师姐请就位。食供养黄静友何家、陈怡俊代献，请陈怡俊师兄就位。现在请上供。香供养心神安宁，身体洁净，三业清净，多闻妙法。花供养处世如花，见者欢喜，身长相结，欢喜真理。灯供养眼睛明亮，事业顺利，观念正确，智慧圆满。火供养远离瘟疫，不受灾害，享受快乐，早证佛果。茶供养口齿芳香，身心清净，远离烦恼，人缘良好。食供养寿命绵长，相貌庄严，身心安乐，变财无碍。全体六供养祭与会大众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你身上供。大众双手请合掌，最后再以最诚挚感恩之心，感恩高雄三凤宫中坛元帅及所有执事人员等。
都能够大家好善愿成就，福慧增长。感恩太中坛元帅三拜礼拜，再拜三拜礼成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拍照，我们有请高雄三凤。小人跟阮无妈妈，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。知影这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顶的月亮，宝贝妈妈在梦内陪阮念歌，陪阮一暝到天光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会勇敢，啥物拢唔惊。伊的宝贝，阮万万那大，我那大汉会予你好命。